近日，韩国首次向公众开放非军事区徒步游，中新社记者探访了这条和平之路。新社的徒步线路位于韩国江原道高城郡一带，可行至非军事区内，民众进入该地区仍需要严格的证件审查。오는부분을촬영하시고다시차량으로이쪽으로갈거고여기다도착하시면인원들하고같이차량을타고최종목적지인금강산전망대로이동을하셔서찍고다시이위치로복귀하실겁니다从高城郡统一展望台拾阶而下，海浪声声，风景秀丽，但一圈圈铁丝网将周遭美景与步道分割，参观者严格限制在步道区域内，一路上不时有雷区、禁止进入等标示，还有一辆挖掘机残骸停在路边，它因地雷而被炸毁。这里地处韩国东北端，曾是朝鲜战争的交战区，多年来禁止民众自由通行。徒步中一路可见诸多荒芜的哨所，还可看到东海线的废弃铁轨。据现场讲解员介绍，东海线曾是接连朝鲜半岛的重要交通枢纽，因战争被切断。2007年，韩朝曾试运行过东海线，但受半岛局势等影响，至今未通车。一路沿铁栅栏北行，可抵达金刚通门附近，这曾是韩国游客前往朝鲜金刚山旅游的必经之路。韩朝曾于1998年启动金刚山旅游项目，此后十年间，约有190多万游客到访金刚山，但2008年该旅游项目全部中断。从金刚通门坐车西行 1.7 公里，可抵达金刚山展望台，登高望远，朝鲜境内的金刚山尽收眼底，不少游客在此留影。在徒步中的祈愿树上，韩国民众也在五彩片上写下了期盼半岛和平的心愿。우리한반도에서바로평화의길로나아가기위한굉장히큰의미를가지고있는일이죠그것은저희가이일에동참한다는것자체가굉장히기쁜일중에하나죠방문해보고싶었던곳인지저는여기통일전망대를작년에다녀갔고작년에다녀가면서이길을한번걸었으면좋겠다는생각을했는데이렇게좋은기회가와서이렇게굉장히날아갑니다마음은아프지만제한걸음한걸음이이렇게함께하는길을간다는게참